欣赏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后，再去瞧瞧四川山鹧鸪的家庭视频。近日呢，四川省宜宾市的屏山县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收集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数据时，发现了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四川山鹧鸪相互喂食的画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四川山鹧鸪的成鸟之间相互喂食的这个画面，其中是雄鸟向这个雌鸟喂食。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我们四川山鹧鸪的雌鸟向幼鸟喂食的画面。四川山鹧鸪主要分布于四川省中南部及云南省东北部的少数山区森林中，因种群数量稀少和分布狭窄，被列为全球性濒危物种。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捕捉到四川山鹧鸪喂食的珍贵视频资料，对四川山鹧鸪的繁殖研究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山鹧鸪通过我们近20年的保护管理，从保护区成立之初的200只左右，发展到现在的400多只，保护成效非常显著。